10月26号，第29届天翼掠过休斯敦航空展在美国第4大城市休斯敦揭幕。自二战至现代的多款美军飞机、航空元素和顶级飞行表演齐聚阿灵顿空军基地。二战后退役的战机还模拟表演了日本偷袭珍珠港战役，这是该航展的保留节目。